只能说现实当中啊，这个还有食量大增的。曾经这个在曾仕强老师的公司，那么有一个人，就来工作，讲《道德经》啊什么，反正跟这个有点缘分。然后主要是他修炼硬气功，修炼这个气功呢，他这个手啊，一开始他讲话，就是吞吞吐吐的也。但是他手在你身后，从脑袋到这个尾巴到屁股，这一扫，哎呦！当时因为我身体底子很差，那脑子直接就晕了，嗡一下，就这个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好像电流啊，就很那个，这确实是有两下子，他能用这个两只手指。就是学那个李小龙一样，然后能够在这个地上做俯卧撑，那很厉害了啊。那我的话最多三个。还有呢，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食量那可以讲，进食堂一开始都好好的，到最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人去，那还不好意思吃饱，哼，你知道拿那个食堂的馒头啊，那也是很大的。14个馒头，后来我们叫他14个，菜呢，那总归没那么多吧，反正最后一个，那阿姨都怕他了，也没办法啊，他在那儿工作，然后最后剩一点米饭，他还扒拉扒拉，都自己吃了，太厉害了，曾经我还遇到一个，就是这个吃鸡蛋呢，都是论斤的，就是不管生啊是熟啊，他都能吃。反正有的也是跟外国学的吧，但是他这套身体体质是练出来的，那太厉害了。各种这个奇人异事，民间的高手都有。那么我们这就说现实的，还有很多虚空界的看不到的。我们继续看从哪儿入手呢？就是这个梦，我们先讲这个地下的龙吧，也不是地下的，地上的。这个龙呢，就是，我们曾经有一集专门讲过。再早一些呢，因为本人也是属龙，然后对这个就感兴趣，有一个 QQ 群，叫“见过龙”，那么里面有几十个人，然后分别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这个当时有一些文。见的记载，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留下来。那我的梦里是见过的，但是人家很多有的现实当中，听到见到，曾经我们电视上现在发达了方便了，也有很多这个见闻，什么这个天上就是这个云彩后面嘛，云从龙，风从虎嘛，就是有这种飘的这种龙形。那么太多的故事都是真的，对他们来说，小孩子总归不是骗人的吧？你又说他看错了，老认为大人多了不起，实际上你已经很污浊了。那么我曾经在梦里的龙呢有两次，有一次呢是9条这个，像，但是梦境里就知道它是龙，那个才是真的。那么。它9条像木偶一样的这个活动活动，在这个江里啊就游来游去，那么这叫九龙过江。当时呢，我们的这个正在换届，选举，刚好9个长大委员，那就那么巧，当然很多神奇的梦，但是我们就挑一些这个。下节课继续。还有一次，这个天上一条赤龙在后面，在前面是出现一条白龙。我们知道火克金呢，好像这个白龙受伤了，然后破窗而入到记者招待会大厅。曾老师、曾仕强老师在前面，然后那个附在跟他同样的一个形状的石头上，还动了动了，闪着七彩的光，非常好看。